希望在美国的乡亲会支持啦，哈。啊，如果参选制哦，大概没有侨胞会，有这种侨胞会支持啊，只是陪审团哦。来，过来，那个代理市长戴秀芬有在现场吗？戴秀芬代理市长，那阿根伦有在吗？阿根伦先上来好不好？来。 那些优秀的年轻人哦，他干嘛吗？被坐顶盖不？还是被挤来挤来盖？啊，母子一起上好了，来。代理市长昨天在飞机上哦，吃那个西方啊，咸菜啊，吃一吃肚子不好，那是哦，他为了推动陪审团，马上把他克服那个问题，马上好了又来了，来。 所以，我们陪审团很有毅力，很有精神，马上会克服，马上会好。来，代理市长。